600万片的一个口罩啊，我们目前是有宣布是这些600万片的这个口罩，医疗级的口罩，当然就是 Made in 台湾，台湾做的最佳品质的医疗级的口罩，我们会捐给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这个国家。我们宣布会启动第二波的国际抗疫人道援助行动。我们为了因应武汉肺炎疫情的蔓延，我国政府呢，我们是在4月1号的时候，我们宣布了第一波的国际人道援助行动。我们之前捐赠了给美国、欧洲以及我们友邦，总共1000万片的医疗口罩等防疫的医疗的物资，赢得了国际的好评以及各国的一致的肯定。我们之前捐给15个友邦的口罩已经分批起运了，将会陆续抵达各国，而我国捐赠给美国的部分也都很顺利的在作业当中，我们会很快的另外做说明。在欧洲的部分，我们捐赠给荷兰的口罩已经于4月7号运抵了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。捐赠给其他欧洲的国家的口罩，我们已经分别于4月8号的晚间以及4月9号的清晨已经先后起运。这些医疗级的口罩将送往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法国、德国、波兰、捷克、比利时、卢森堡等欧盟的会员国，以及给英国、瑞士还有教廷这些国家，他们在前线及需要的医护人员、相关的团体，或者是跟民众有接触的神职人员。600万片的一个口罩啊，我们目前有宣布是这些600万片的这个口罩，医疗级的口罩，当然就是 Made in 台湾，台湾做的最佳品质的医疗级的口罩，我们会捐给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这个国家。我们刚刚提到了像北欧、东欧的国家，我们目前没有特别提出哪一些国家，因为还要必须跟相关区域的国家，我们要进行协商跟进行讨论。那时候到的话，我们会再进行比较这个西部的一个这个规划跟一个说明。那目前这些600万片，那刚刚提到就是北欧跟东欧的欧盟相关的这个会员国，还有美国受创最严重的相关的州，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的国家，西南向政策目标的国家，还有其他友好的国家，这个总共在追加在另外额外赠送600万片我们台湾制造的医疗级的这个口罩，谢谢。